个孩子一起住的琳娜贝尔卧室，直接一点放四张床就算完事。但是你们又想功能齐全，那就只能这样搞，去表妹家借几根方钢钉墙上，再叫表弟把床板打好，大娃睡下面，二娃睡上面，旁边同样做法，三娃四娃睡这里妥妥的，中间起隔断墙，空出来的地方两娃公用挂衣服。嫌太小的话，换个角度想，四个孩子都住一屋了，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？对墙打超长书桌，下方做开放格，贴上琳娜贝尔专属墙纸，读书氛围 so easy， 最后再安排个投影仪，开启四娃的快乐时光。